来，请放照片。哦。一个提示啊，就是、告诉我这是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对，他是一个女人。你只要拿出你所有华丽的词藻，请开始。她是一个长发女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要推销她。好的，第一个，入股不亏，明年预三家打底。哇哦！第二。第二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业务能力杠杠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唱歌跳舞就基本上属于河内天花板水平。哦，天花板，天花板。第三，不聒噪，性格很文静、娴静，然后属于这个非常温婉的一番的。对对对。对。还有什么呢？第四，他明年会找一个女人一起最佳拍档夺得第一。好，借你吉言。最后第五啊，第五，我觉得这个女生三年内大概能升堂。这句话，她可能是你的老婆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不是我。